短短的红毯，短短的好啊。那为什么呢？快啊！可是大家想看你走路啊，可走两公里才会在走。在你心目中，这个 “bob” 这个字是不是超越了很多东西呢？当然，我觉得它是时尚的指标嘛，然后也都是大家跟随的一个象征的。那你平常有翻时尚杂志的习惯？啊，会啊，所以会搭配。哎，这个衣服我喜欢，就会当然想办法把它买回家，对不对？就会想办法联络我。看样子每个人呢，这个对 BOW 的都很有用，教大家穿衣服，包括男生女生。狮子合唱团是明天吧，对不对？明天几号？16吧，16对不对？明天16吗？后天，对不起，放假，你知道的。对，狮子合唱团要出来。你的团员怎么没跟你一起走呢？他们在忙别的东西，我待会赶回去跟他们汇报。那这张新专辑可以简单的帮大家 promo 一下，这么多媒体 promo。就是我全新的一张专辑，是以狮子合唱团跟大家见面，是一张非常摇滚的纯摇滚专辑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但是是中文的摇滚歌，不是英文的。你的摇滚歌一向都很阳刚，我们大家会非常期待的。是的，所以里面冬天想一下冬天喽。来左边第二排哦。好，冬天再一张哦。还要前面有拍到，你会走一下。下次你要带你的狮子上台走一下的。好，对不对？再一张哦，照顾一下右边。我们再玩右小一小步就好。对，好 ，OK， 好。好，好，对。老肖，你刚刚说